突然改道挡路了，左转之前的突然改道，看到我亮了左拐的灯，然后他就突然上了左道，故意挡路的。趁那个灯，左拐的灯都黄了，他的目的是在于阻止我那个拖延我，让我上那个左道拐的。本来我可以直接到那个左拐的灯那个黄灯之前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到那个及时的转弯。他的突然改道，然后放慢，故意在我前面放慢的，等他快进到离那个灯路灯交通灯比较近的时候，都已经转黄了，就是他的目的，会耽误那个红车的司机，开红车的人。